带我去找小妞。全军出击，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来一把奥纳夫。这天使上哪去了？我找他去。掠夺吧！我直接找他。哎，你给我死，咱俩谁也别活啊，不用你跑。我一开始 Q 咋没学呢？他也只吃到一个兵，没事啊。行动吧，我给你个白虎，你咋的呀？你咋的呀？我算你还猛一点啊，他二级，他升了，俺们确实是打不过。你等我升的啊，我不用你在这狂妄。这确实有点猛啊。你看这天使一级，看见没？其实这天使一级老猛了，有点小亏呀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哎呀！虽然他没有技能了啊，刚才这一波，但也不是那么很好打。你怎么的呢？你一个技能没有，你给我打什么玩意儿了？我这叫奥纳夫小伙子。回家。我先来个燃烧宝石，他已经游戏结束了。由于他玩个天使被我杀了一次，所以现在他的游戏直接结束。来，我们插个眼儿，我抠一下，一下抠一下，拼命！天使什么天使？兵有点多。咬你一命，小蓝枪。你别让我撇着你啊！我砍，我再砍，抠我是吧？啊？他抠用了。Oh.
这波其实可以尝试击杀，但是薛威啊，薛威有一点危险。只是薛威有点危险。天使什么天使？天使回血，血没回上来。哎呀，饼干我也不吃了，拉倒。让你们精神精神。撇了，不要了。他六了，不好杀了呀，这可怎么整？行动吧！他出了个二速还跑的有点快。天使什么天使啊？哎呦我天使，风筝我天使，天使天使天使。天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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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咋的？小炮是吧？小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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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边有大小炮，你不起飞？操了，中单小炮。我来一首三速海，红爆，我把红打了先。他们在这薅着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给我杀！你这技能放的我脑袋疼，兄弟！别让我抠着你，我告诉你啊！别让我抠着你，别让我抠着你，是我最后的底线。还有这小炮，什么意思？小炮上波已经够过分的了，上一波这波凭什么拆我的塔？小炮冰都不吃了是吧？你咋的呀？你咋的呀？啊！你咋的呀？你他妈咋的？小号，嘿，敢看我？我对你忍耐已经很久了，小伙子。不是骂人，这只是一个语气词啊，这很正常。还敢换路？奥纳夫下路也没去了啊。行动吧！
其实我杀的天使更不好杀一点，我杀小炮更好杀一点。小炮人呢？为什么人都没了？直接？你咋的呀？你咋的呀？你咋的？咋的？咋的呀？你呀？啊？小炮，下一个我们来板甲啊。下波我还得干呢，50秒以后啊，他活不下去。这个小炮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死，咱俩必定死一个，谁也别想活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上边他把闪现用了，我看见了。而且他上边还把点炎给用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这波换不了我了。啊！别让我看见他！怎么又跑中路去了呢？这俩人挺有意思的，一会儿换一波，一会儿换一波的。来插个眼啊，搁这儿！你咋的，小胖？你咋的？你咋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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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还敢出来？谢谢哦，达令，是你的飞机儿。防御塔渡，防御塔渡城马上脱落了。防御塔渡城即将脱落，我的大炮早就饥渴难耐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要找到这天使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Double kill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给我干他！你是技能放的是真好，兄弟。我是实在无话可说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回家。咋的呀？莫干辣有沙漏啊！算了。我正要去，去沙漏去。这么多兵，我们得赶紧给他收了啊！那我在的时候你咋不打呢？我怎么一走你就打呢？兄弟，你是不是净挑那队友不在的时候打？还有这莫干辣怎么回事？这莫干辣呀，啊，莫干辣呀，莫干辣怎么回事？莫干辣不把我当人呢？小炮，
还有这天使啊，这天使干啥呢？这天使啥意思？天使啊，啥意思？天使啊，长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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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是吧？我给你个白符。天使，掠夺吧！我现在就是野区螃蟹，横着走。狂妄，狂妄，简直狂妄，狂妄，狂妄！简直是狂妄！我看谁还敢这么狂妄？狂妄啊，蓝枪！哎呦我小炮小炮小炮，简直狂妄的小炮，狂妄走位，我给你个白虎，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，太狂妄了，莫敢了，太狂妄了，哎呦打我，狂妄啊，莫敢啦！刻血战斧，狂妄！找你吧！你一个辅助，找我上单，狂不狂妄？我就不说了，好吧？你们觉得狂不狂妄？太狂妄了！狂妄了，这天使太狂妄，狂妄，狂妄，狂狂狂妄，太狂妄了！我科学战斧没好，好了，我把他杀了，来一个振奋，但其实不应该跟天使换的，你知道吗？跟天使换其实不划算，他这个英雄跟他换后面容易我们打不过他。结束战斗，不行，对面的阵容还是虚区有点高的。结束战斗，快快快快快！天使这边都没有大招，你都没有大招，都没有，都没有大招吧？有大招，科血战斧。这闪现比如枪啥意思啊？这吧，你再给那 ADC 弹死一下。天使怎么大招好？还是不够肉啊，我们还得需要一个蟹手，下边出来天使大应该没好，他大招不会好的那么快。
下边出来啊，直接开大招往脸上冲，无论他在哪里。哇，这潘森伤害有点高啊，走，杀小炮，杀小炮，小炮，小炮，都得死，都得死，我跟你说都得死，莫敢拉死吧，走位，莫敢拉，莫敢拉，莫敢拉死吧，莫敢拉啊，莫敢拉，我这疾跑这老长时间，打个蓝 buff， 我看看谁敢在这里收兵，就你呀、啊！灰灰开大招啊！天使，天使，天使！哎呦我天使，天使是吧？天使，天使，天使。天使，天使，我操！秦王要柱，没关系，是个包子。打个蓝 buff 的，吃什么呢？给你吃一口，吃我一斧，把二塔拔了，现在是十六级，三级大招，等级有点高了，啥意思？打大龙，红有没有？啊有，原来红 buff 在这里，天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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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枪，蓝枪，啊，莫干啦！ADC 莫格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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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你莫格拉，莫格拉，还有小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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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炮是有点，真是有点不怕死了，小炮。小炮，小炮，漂亮兄弟，蓝枪是吧？蓝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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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枪。
出个啥呢？出点魔抗吧。我希望你们不要打大龙，给我个面子。谢谢拉风男人帮主的飞机儿啊、哦！谢谢谢谢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谁到底是洛克法？谁是洛克法？我知道法克油。像个潘森，还有我小炮，小炮，还有我蓝枪。不行，人太多了，兄弟，那一打五打不了，那得一个一个来行。那五个人打我一块打，没一个打。其实应该先杀天使，再杀小炮，再杀女枪，再杀蓝枪，再杀莫甘娜。天使伤害高，怎么买错了？战撸，你看，事实证明一个 ADC 绝对不能跟一个战士战撸。这潘森才杀了六个人，而小炮杀了十一个，你就装备再好，你跟他战撸你也打不过。没有为什么，因为你是 ADC。杀我！杀我！杀我！莫格拉！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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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撇你一板斧，蓝枪，天使，致命点燃。